女子地铁跳轨爬翻出嚟，乘客话佢救晒大命。啲人咁紧张，到底发生咩事呢？星期四下昼四点几，喺北京地铁一号线国贸站有人跳轨，架车急急刹停，都仲有三个车卡驶过跳轨个位，点知个女人乜事都冇。围观嘅乘客就话佢救晒大命，而网友就催促地铁快啲安装幕门。北京地铁回应话会尽快喺一号线安装幕门，防止呢类事件再次发生。